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红瑞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继续来玩1.0怀旧安家生存。哇，观众，距离上一集应该过了差不多一个月了吧？将近一个月的时间，我从来没有开进来过。总之，我们上个集呢，就是盖了这个蓝色铁卷门的房子啊，我觉得盖的还不错啊，基本上应该是完整的还原了，好不好？完完整整的还原，直接就是一个童年回忆，有没有？然后其实好像还有做一些其他的事情，但。我忘记了，应该是盖一个生怪塔，然后再去村庄，插火把吧，火围墙之类的吗？啊，总之就是一个很累的事情啊。上一集我真的花了很久，那总之我们今天这一集啊，又要继续来看一下观众们有什么样的留言啦。哦，有了，由于已经过了大概一个月哦，所以说其实后面已经没什么人在留言啦。但一样啊，我们一样就是取最近的三个哦，来看一下第一个啊。第一个做整箱钻石厨，我接受了，好吧，这个是做得下去的，我接受。下一个，用 TNT 炸死一只苦力怕，这也还行。下一个，安驾轻松过一级，轻松过一级跟这个有点算冲突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如果要做整箱钻石厨啦，对不对？它的一箱，我们算一大箱，好不好？一大箱，所以说如果要把钻石厨塞满整大箱的话，会需要54把。然后钻石厨一把是2颗钻石嘛，所以说我们会需要用到108颗的钻石哦。这样子我要怎么轻松过一级啊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妙计，好不好？既可以让我们完成54把钻石厨，也可以就是轻松的过一级啊。那这个方法呢，我们就先卖个关子。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手边有多少钻石，好了，钻石一颗都没有啊。等一下，我先把我身上的家当拿出来。其实我自己好像也没有挖到100多颗钻石啊，100多颗哎，在没有幸运的情况下，挖多久才能挖到100颗啊？总之也没关系啊。我们现在先做第一件事情好了，就是先做个 TNT 出来啊。毕竟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用 TNT 来炸死苦力怕嘛，这个其实你要说它简单嘛，也没有到很简单哎。当然跟钻石厨比起来应该是很简单啦，但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哦。我们总之先准备一下。哦，有了一颗不知道够不够哎，但我其实也没办法做很多颗啦，所以说就这样子吧。接着呢，我们就是刚好晚上嘛，我们就出外寻找一下苦力怕。然后想办法把它关起来好了，好不好？关起来。我们先在我们家挖个坑好了，这样应该是比较容易的。我们挖个3×3的坑，然后接着呢，我们做个这个地板门哦。相信大家也知道为什么要做地板门啊？这个地板门应该是可以让古力帕就是安稳的走进去，好不好？所以说基本上是必备的哦。哎，那它怎么长这样？哦，这样也可以啦。哇，以前的地板门只能这样放欸，你们知道吗？以前地板门没办法，就是放在上面盖下去欸，它是有一个固定的方向的欸，就像这样子，好不好？这样子。接着就是来引个苦力怕啊，这里有一只，我马上就把它引进去，好不好？刚好这一只就是比较近嘛。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它看到我看到我了。来来来来，准备要进去了吗？就来进去吧，进去。Oh yes！那接着我们要做也很简单啊，我们只要从上面这边哦，空投一颗 TNT 下去，应该就没事哦。我们放在这边，让它可以正中心的掉下去。接着咻干什么干什么？这样应该可以吧？哇，它死了，看嘛，它死在这里。只是麻烦是我要把这边停一停了。超烦！哇，TNT 范围这么大哦，它把东西几乎都炸掉了。那接着呢，我们也不要当就是垃圾啦，好不好？自己炸出来的洞，我们自己把它填起来啊。这个稍微花点时间吧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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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那接着的话，我们就剩下一个嘛，就是做钻石厨哦。不过我目前一颗钻石都没有啊，所以说来吧。我们来去轻松的挖钻石吧。
我们这次从这边往后挖好了吧，应该比较不错，我们就开始挖吧。各位，我们挖了啊，反正我插了大概16根的火把吧，终于挖到钻石了。接着我们就直接把钻石啊都给挖起来，对，那我们就可以回去了。剩下其实我还要挖到一些铁啊什么的，但我目前其实不缺其他矿物，我们就只挖钻石就回去吧。我们今天要轻松的度过这一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要很轻松的。没有任务的东西啊，我们就不做，好不好？就不挖，我们就直接回去。OK， 那接着呢，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快速制作54把的这个锄头呢？别急，我们慢慢教学给各位啊。首先呢，我们会需要准备很多的这个鹅卵石哦，然后我们还会需要准备这个工作台，接着就可以开始了。首先呢，我们在这个地狱门这边有没有？对，我们会需要用到地狱门，我们先把这边给补起来，然后对面这边我们也给它铺个小平台，大概像这样子。接着呢，我们要数12345678，这边也是12345678。接着呢，这个平台呢，全部都给它铺完石头，接着再把这边有没有边边的地方给补起来。OK，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接着呢，我们就是把水给倒下去啊，倒下去。然后再装一桶水过来，把这边给倒满，像这样子嘛，刚好刚好可以切起这个地狱门。接着我们在上方这边放工作台，然后呢，接着很重要咯，关键哦。总之这个东西要怎么做呢？就是我们啊站上来这个水流，接着把钻石放在这个工作台，然后就丢出去，这样它就有两颗了，有没有？但这一颗是吸不起来的哦。但吸不起来，我们可以怎么做呢？我们可以在这边打开工作台，接着，哎，你有看到一个东西吗？哎，有发现吗？我不能把它们叠在一起，可是我可以这样子，直接合成出我们需要的东西。哎，有看到吗？哈哈，哎，没错，我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合出54根钻石锄哦。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复制钻石的区域了。我们就稍微花点时间吧。OK， 就这样子好不好？这样子我们已经完全达成了。接着再把这个地方凑满就行了。这样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吧，各位观众。毕竟那位观众的留言只是说做一整箱的钻石锄，他并没有说我们的钻石要用挖的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今天啊轻松的玩了一整集，然后呢又完美的做出了整箱的钻石锄啊，我相信那位观众应该也是。很开心，好不好？那接着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装置还是先留着好了，毕竟我不知道其他观众会不会又叫我们做其他东西哦。然后这个东西好像就卡在这边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哦，没有，我们把那个下面的方块挖掉，好像就不见了。OK 啦，这样子其实还行啊，我还行啊，至少就是它不会卡一个钻石永久在那边了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好不错。那总之我们今天这集啊就差不多先到这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